冇錯啊，又係佢哋啦，又係 FFX 啦。近排佢哋出席活動真係貴多不貴精，講嘅係咩啊？涼咯！你睇佢哋呢一年骨灰位嘅開幕嘉賓都做埋就知咩事啦。其實今天來到這裡啦，其實很奇怪，可能為什麼你們會覺得為什麼會做這個的一個長生殿，是啊，長生殿的一個代言人這樣。其實是因為呢這間公司代言人定主菜嘉賓呢？我們是代言的。哇，連名都不知道啊，看來這位代言人真的要做多些 research 喎。近排出席活動的時候，他們就揚言說會送300隻碟給歌迷，不過可惜啊，現場只有30個歌迷支持，派不到那怎麼辦啊？唉，那就唯有分幾場派咯。不過他們就堅稱自己說有很多 fans 啦。 Fans 給我們而家就太多，因為我們每一間大學都有一個是是一個 fans club 咁樣。大學啊？係啊係啊，因為我們而家就比較多喺一個大學上面表演咁樣，係啊，所以就變咗咧，每一個大學都會有一個 fans club 咁樣。但我們就因為唔係我們管理，所以我們都唔知道個人數，但係都唔少。咁其實我們自己官方嗰個 fans page 就有即係7000+8000個 like 咁樣樣咯。咁而我們官方嗰、那個即係 fans 嘅人數咧，咁其實即係都每一次活動其實都有好多朋友去支持我哋，即係都有30至50朋友為支持我哋。